在师父从15岁起即拜在江龙桥师父的门下，则在中央国术馆得到江龙桥师父亲自传授5年的习艺以及八卦。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八卦连环掌，则是由师伯沙国正在1974年所亲自传授。沙国正老师这套八卦连环掌，是收集了数十年学拳的心得，它的特点是技术非常的全面，内容丰富，劲势连环，体用精妙，是一套攻击性非常强的套路。